其实你也可以不用搬出去住的。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搬家，不过咱俩都解除婚约了，我怎么还能住在你那里呢？他是谁？哦，忘了跟你介绍了，这是我刚交的男朋友李闯。我跟佳佳从小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我跟他表白过很多次，这次刚从国外回来，他终于答应我了。后悔了吧？其实呢，只要还没结婚就有机会啊，都有兄弟，我帮你啊。国将去哪儿了？这儿呢。这都拧不开，我来吧，这事儿不该女孩子来。好，谢谢你啊，不过这么热的天我现在也没什么胃口。我刚好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冰镇过的，快尝尝，夏天这么热，喝起来清爽解腻，特别消暑。我也超级喜欢喝这个，气泡超级强劲，这么热的天喝它刚好。对了，佳佳，我刚才看见那边有个景色特别好，我带你去吧。佳佳，这个地方景色不错，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啊。好啊。怎么样？头发有点乱。你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。切，耍流氓是吧？今天这么累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吧。不是献殷勤，卑贱几道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顺了你的心意，解除婚约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烦我了？每天阴魂不散的，真的很讨厌。对，我真是有病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你啊，我一定会让佳佳幸福的。佳佳，我已经跟王叔叔提过亲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，订婚典礼越早越好。机场到了，你真要去国外啊？那个，今天王佳佳订婚，兄弟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马上掉头。我你不是要订婚吗？你又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找婚礼上丢的那张。